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大家好，我是陈学。G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uchi です。I'm Matt Fisher from Valve。大家好，我是谢恩武。Grand Turismo Producer の山際です。I'm Jason Ben。I'm Radio Show Captain。Radio， this is Benson Russell from Naughty。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五人。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丢 Pro。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加丢 Pro 专题节目，西蒙，我是四十二，我是 Red。哎，我们书接上文，继续之前的这个沉浸模拟类游戏的这个兴衰吧，算是。对，然后我们上一期聊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登上高峰那个时候，对 ，Deus Ex 杀出重围这个一炮而红。对，然后但是之前的这个鼻祖还留有原始基因的这个网络骑兵，却走了这个下坡路。对，不过还是有继续后起之秀的，今天就接着聊。对，我们先谈谈杀出重围的续作吧。杀出续作，杀出重围的续作是隐形战争，其实是原来那批人开发的。制作人不是沃伦了，改成了耻辱的这个制作人，就是哈维史密斯。但是这一作呢，销量其实比前一作还要高。哦，商业上是成功的。但是他口碑上面却没有获得前作那么高度，那么好的一个高度。很多人认为他是整个系列里面的低点，很低谷的。但是他其实跟前作相比，他们是就制作组是想把前作的很多问题去解决。你比如说前作他有一套技能系统，还有一套纳米增强系统，这两套系统其实是有一些重合的，在续作里面被融合成了一个系统，就只有一种系统了。然后呢，前作里面我们先说这个前作的结局，前作的有三种结局，你都可以选，你在三种里面选一个。然后如果就是我们剧透的话，就是说第一种是可能是让世界回到中世纪，把所有的通讯都通讯网络都干掉，赞歌结局啊。另一种呢是相当于成为一个幕后黑手，跟光照会合作然后控制这个世界。第三种是跟Helios 融合成为一个神。但是在续作里面呢，他制作组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承接上作哪个结局。哎，这个问题总有啊，总是有。但是所有的游戏，这种游戏都面临的，哎，是的，包括耻辱也是 啊，亲定结局。 对， 对， 对，那你哪个呢？结果制作组想了半天，实在是无法决定，最后就决定了三个结局都要，就把他们融合到一起。但这个行为本身就遭到了玩家的一个非常就是反感，就是你导致我前作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没有意义了。对，他抹杀我之前的那些思考和体验。对，我对初作的这个决定自己决定世界命运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决定，我当初可能做了很多的决定，很多的心理斗争，我最后选了一条路。但是你最后告诉我，我所有一切都没有用的，仨都是一样的。对，这个其实是对这种沉浸式体验，或者说你对这个游戏宇宙的一种背叛，对前作的一种背叛。但是新玩家不在乎这个，对，所以卖得好。对，是主要卖得好，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登陆了 Xbox。 哦，但是登陆 Xbox 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 Xbox 技能没有 PC 那么好。所以这个不光是系统进行了简化，画面表现力还有整个游戏的区域都变小了。哦，这个相比前一座单一区域就是比较小了很多，非常游戏变得非常碎。哦，然后这些都会影响到游戏的体验。这简直就是杀出重围重启之后的新作和前作的结局几乎是一样的，是吧？感觉差不多啊。那虽然一会儿也可以谈谈，就是杀出重围重启之后两座的区别。对，说回来隐形战争，一方面它要把所有的操作 PC 那么复杂的操作适配到手柄上，然后它系统进行了简化，系统简化之后其实是导致了你游戏的多样性，游戏的这个系统深度一下降低了，这相当于对自己这种固有基因的一种抛弃和背叛。对，所以呢，史密斯他们这个团队，哈维史密斯这个团队，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在把前作的这些优化提高
就是前头那么玩的门槛那么高、嗯、他们把这些都降下来，我系统我给你弄简单一点，对对对，我那个场景不要那么大，不要那么多入口、嗯、出口什么的，这就是经典的悖论。对，很多经典的类型啊，经典作品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跟神偷一样，神偷也面临这个问题。 对, 对, 对，包括对前作的这个结构的这种继承哪些改变哪些，这个其实挺难决定。他们因为登陆加密机所以获得了很多新的受众，对，但是他最终这个作品的品质因此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嗯、相当于他们走了一个歧途，老玩家也不喜欢。对，其实老玩家非常不喜欢。你看 Steam 上的评价的话，《隐形战争》评价是很高的，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嗯、那是他们接触的第一类杀手重围、嗯、甚至也是他们接触的第一类这种脉络的游戏。就是如果他不比的话，可以说这个游戏比同期的 FPS 还是深度要高很多的、嗯、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但在当时有前作的这个影子，他确实就评价会沉下来，这没办法。对，而你看《杀手重围二》的这个评价的一边倒的，基本上这种下跌，也跟这个类就是彰显这个类型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要普及，想让你的用户群增大，你想要降低门槛，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导致你最受人喜欢的这些特质都被剥夺掉。对的，所以这个系列就是这个类型，我们所说的，如果说这个类型成立的话，它就永远会面临这个，就是你是服务一个小众，还是失掉自己特色，服务一个大众，没错。嗯，而且在当时我记得2002年 Xbox 嘛，就是说今年提出次时代这个概念之后，开发成本你要考虑，嗯，就是系统你要设计大量的繁复系统之后的这个开发成本，嗯，公司能不能承载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嗯、其实因为你要同时做两套，就是甚至更多套的机制。对对，你比如说你同时容纳潜入和容纳战斗，就代表你两个系统都要做，而且对于要求很高的玩家来说要都要好，而且关键是你这两套系统要在同一个关卡里面。对的，就是你这个关卡要同时融合容纳两种系统去通关，太难了。这不听着，对，并不是明面上的工本成本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能不能设计出来，就本身压力就很大。对，你像神偷的话，它就是围绕着一个系统去走，它的设计就可以有侧重。嗯，对的，但如果你是把两个都放在里面，你比如说你 cover 系统这种掩体系统你怎么处理、嗯、然后各种各样的视野系统啊，然后巡逻机制啊，战斗机制、嗯、这些东西确实很难完全控制得了。嗯，可是说可能是在杀出重围前做的那个时候，大家还就是它跟同类相比差的还不是很多，嗯，但是可能到续作这个时候，你就能明显感觉到这种差距，大家可能更喜欢某一种类型。对的，嗯，然后再说阿肯工作室吧，我们终于说到这个主角了，嗯，他们之前的两部作品，一个是 Ex Fatalis， 就是所谓翻译过来的《地城英雄志》，嗯，还有一个就是《魔法门：黑暗弥赛亚》。哎，对，嗯，这两部作品现在说都感觉不是他们做的游戏，对。魔法门黑暗弥赛亚是应该是育碧发行的，对，前一座是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这两部作品都没有获得他们对就广大用户的一个特别特别正面的评价。当时就觉得黑暗弥赛亚算是一个很 cult 的、嗯、就是属于那种小圈子评价很高，有一批人很迷恋、嗯、但特核心的一个，对，但是就是推不开、嗯、这种感觉。前作也是，前作其实在这个类型的用户群里面是获得一些很正面的评价、嗯、但是他用户群打不开。对、嗯、他这种感觉就有点类似于冲着这个人去买、嗯、我知道你来到了阿肯，我知道你会带着这个系统震荡或者说这个网络骑兵这一套基因来，然后你出了、嗯、你果然符合我的期望、嗯、啊，评价很高，但是也就是这一撮人了。对，那其实可能另一个层面就是游戏这个市场本身在不断的扩大，嗯，但这个类型又对封在这里，这个类型你触及不到更多的玩家，然后又有很多竞品在，这些竞品呢是不管是轻度玩家还是很核心的玩家都能享受的，半条命大家都可以享受、嗯嗯、对，那你面临的就你变成一个很，我觉得就是游戏嗯，可能游戏行业就产品就会分级，不同的分级，对，然后这个系列就这个类型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已经。对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也算是这个游戏行业从硬件到设计理念都爆发式生长，就是开展的一个这个阶段、嗯、所以这种类型就是很尴尬。在当时黑暗弥赛亚的一个核心的系统就是 T 嘛，对，然后你玩的就感觉其他的系统其实都没有特别有用，对，就是这个特别特别，就是因为都是一级必杀，如果你把它踢到这个场景中的这种极紫的这个针刺墙或者火堆里面、嗯、对，然后敌人呢有的还会复生很多，嗯，然后他如果你真的硬拼的话会发现打起来非常那个，其实第一人称的格斗是非常难做的，对，直到现在也没有太好的。你看耻辱，其实你正打着打着你会发现自己找不着北了，对，就是这种状态。
然后所以他选择了用这种第一人称的格斗，然后又把战斗系统做了这么不符合这个就是怎么说基因的这种一种设计。对，所以这个游戏到最后你玩到最后就是全程踢通关。对，所以说他你看他可能是那个沿着那个基因下来的，但是他其实后来变成了一个游戏玩法很单一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游戏就很有意思，就是这两千年游戏对我来说就是我小时候玩游戏，和我的朋友也有非常喜欢这座的这个朋友，我们当时小时候玩的不细的时候就觉得这游戏实在是太自由了，想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就想这个杀全城人就杀全城人，然后想有法术然后怎么样，我施法了之后全城人还有反应，觉得很棒。但是实际上当我就是上大学那年嘛，那都是2009年了，拿回来再玩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玩到最后你会发现它看似它是表层的复杂，然后归到你想玩得很细的时候又很快就有唯一解了，就没有那么有左右解。对对，就没有那种就是体验和这个沉浸还有自由的这种感觉了，它确实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一类型其实就相当于陷入了一个很衰落的阶段嘛。首先 Looking Glass 是已经就是完了，已经关门大吉了。对，然后离子风暴奥斯汀分部做完了杀手重围二之后相当于也是关门大吉了。对，这一波人去哪儿了呢？对啊，一方面是你像来到了阿肯有一部分，对，但这部分阿肯工作室呢他几部作品都没有闯出来。对，而一度他算是一个帮腔的代工的一个代工。BioShock 2就是生化奇兵2里面他是外包，有一部分是给他，对，就是，他来做的。然后他们等于自己的作品其实应该是零到接近2010年才开始做吧。是的，就是颠沛流离了近十年。对，差不多唯一的说能把这个基因这套基因继承下来的就是生化奇兵。对的，但你去看生化奇兵跟之前的这个跟杀手重围比跟系统那个网络奇兵比，它只是抓住一点点神髓而已。嗯，我觉得不是抓，我觉得这是种刻意的改变。对对对，你看生化奇兵它的主线的流程它增加大量这种电话叙事的东西，它过场很多。嗯，然后它的战斗交互很对，相对来说就可能相对其他的 FPS 已经有一定深度了。对，你别的玩家玩的这个觉得还我还要动动脑子，我还有好多不光是只有枪，我还有魔法还可以跟枪做一些交互。对，我可以那个比如说用环境来杀伤敌人，我用电器法术把敌人冻住什么的。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游戏 RPG 要素很重。对，而且对从网络骑兵借鉴过来的这些黑客技能什么的也都很重，但其实你玩你会觉得它可能它的这个它的深度可能并没有，明显是少了一个维度的深度。对，没有那么多的多样性，但这可能是它一个刻意的选择。对，而且是因为我觉得回头想想就是因为它这种很大胆的变革让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留名青史。嗯，就是一方面受众提高了，另外一方面其实他没有，至少没有欺师灭祖啊，至少就是把这个套精神继承下来，让很多人接触到了，他玩起来是这种味道的。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味道的传承，他很可能后来杀手重围重启包括网络骑兵的复刻，很多人玩到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套东西是这么继承下来。嗯，回头看看其实就是生化骑兵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历史地位在里面。嗯，我觉得它很不一样。其实对，在当时看来我们觉得很不一样，但事实上就是如果没有接触过我们之前说的那些游戏，你会觉得这款游戏非常的对气质极其不一样。嗯，只有深入了解之后你才知道啊，它之前有它的源流，它其实是它有一个继承。对，它其实是个老系统的这个革新改革的作品。嗯，你看可能网络骑兵2已经有很多东西是它继承过来的，但是它对网络骑兵2你去对比就发现它的界面整个操控方式都是根据主机以主机为蓝本开发的。嗯，它不像网络骑兵那样就是界面非常依然非常不人性，就是然后但是它把那些好其实是把好东西基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留下来。嗯，但是会加入大量的符合现代人审美的东西，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图形进步，所以它的沉浸感比以前甚至还好，要好很多。对，嗯，以前那种感觉是就是我觉得画面的进步是提升沉浸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可以啊，对，可以说死亡空间。对，就死亡空间这个 IP 一开始它是作为网络骑兵三的来立项的，来立项的哦。但是后来呢 ，EA 是一方面是因为网络骑兵的那个 IP。这个 IP 存在一些争议，就是版权争议。虽然版权是属于 EA， 但是必须约定是必须由窥镜工作室 Looking Glass 来制作。但是因为这时候 Looking Glass 已经没有了，它的就很麻烦这个事。对对对，它这个制作权其实是卖给了一个应该是保险公司吧什么的，所以就谁都没法开发这个 ，EA 没法想开发也没法开发。但是内部是把死亡空间作为那《网络骑兵三》来立项的，然后立项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网络骑兵那个死亡空间里面有大量的死亡空间的影子，网络骑兵不是死亡空间里有大量网络骑兵的影子，包括你在这个太空船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些生物变异，然后包括有这个计算这个 AI 的存在，还有有点分线性的这个它的整体的氛围跟网络骑兵二非常像，也是这种延续了它的那个这个密室恐怖吧，但它最大化简化了交互，对对，然后非常的精彩。所以死亡空间就是它从《生化危机四》里面学了大量的东西。是的，它等于是用《网络骑兵二》的故事套上对《生化危机四》的系统。它其实并不是它继承的，并不是我们要说的沉浸感体验的那种设计，对，而是继承的是这种审美和美术的这个，包括它的叙事。是这样的，包括你看它的叙事这种存档的机制也是一种要求你非常小心的，但是走不到下一个点你就对完了。但是它的玩法，它的沉浸感，它其实是通过就是玩法的动作性强化的，对，其实动作性够强。对，它等于把可能我们说的沉浸式模拟游戏对系统的这种开放，这种开发开，我觉得这算一开创之吧，它不算是它获得成功，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缺一些东西，就是你这类游戏你缺一些东西，你无法 get 到一些很大部分的一些玩家。但是你改一改，你可能很多东西就可以让人接受了。所以就做了简化就好了，好卖了。对，但是死亡空间就是大卖嘛，而且成为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系列。而且其实现在来看，死亡空间可以算作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类型游戏的一个对照。它其实已经，从玩法上跟这种沉浸式的是完全不一样了。它的玩法其实是不但现代化，而且简单。更简单更直接，就是，所以你看不管是生化骑兵还是死亡空间，他们都是有一支是从那个分出来的，从这个沉浸模拟是有的游戏过来的，只不过继承的可能不太一样。生化骑兵继承了大量的这个有一部很大一部分系统的东西，对，然后死亡空间继承了很大一部分它演出和演出叙事啊这些东西，然后他们都进行了一些改变。所以你说这条线分别获成了成功，分别获得了成功，然后但是你也可能认不出来了，对，你已经认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了。可能新一辈玩家他们就觉得这些就是啊，它就很原创，或者说他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原创的东西，但是他们有一个根，还有一个基因在，还是有这个根已经有点难辨了，难辨别了。对，长知识了。其实死亡空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觉得它里面很多叙事手法是挺日式的，但是我是这种感觉。嗯，吓人那部分，对对对，它吓人那部分其实就是，我一直以为这种就是科幻恐怖是可以做，就是做的是典型欧美的那种猎奇和 jump scare 为主，但我没想到它就是那种氛围恐怖做那么好。当时其实是当时打动我的是这一点，就是没往什么网络骑兵这方面去想。如果你硬要说的话，网络骑兵的影响可能还在 Doom 3里面也有啊。对，在 Doom 3已经不是像二代他之前的作品那种完全就是一路生干，他已经加了很多这种氛围恐怖啊，对这些东西了，学习了，然后就说到阿肯工作室了。阿肯工作室最终的一个突破就是《耻辱》这部作品，对，这是神作呀，相当于这个沉浸式模拟游戏蛰伏，然后这个被解构，然后就是消散在游戏界十年，将近十年，对。然后以这个《耻辱》这种，这么一看，《耻辱》近乎一个像是一个复古情怀的游戏，对这种感觉，你能看到它仍然是改了很多东西，但是这十年的沉寂让很大部分的年轻的玩家们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创举，对对对，太牛逼了，怎么能有这么多玩法去玩通一款游戏？对对，所以沃伦斯派克特他会在那个访谈里面会说嘛，就是我觉得，哎呀，我这都是我们之前干过的事儿，对，然后他们重新干一遍就变成他们的了，对，怪不得，有点伤感，但是你看耻辱，它其实是继承的比较完整的，
多种线路的解决方案。嗯，你看，我们就说第一关吧，耻辱一的第一关，最终那个两个杯子的这个问题。对对，不同的解法，你到底是害谁，还是让两个人都喝了，还是把杯子倒掉，会引出，还会引出新的。对，新的解决方式，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在上期讲的所有，就是这个沉浸式模拟的所有元素在这里都实现了，比如说抉择，比如说世界会对你进行反馈啊，嗯，比如说这个学习和思考的这种要求啊，在这里都回来了。嗯，我们可以对照着文斯贝克特他在开发杀出重围的时候，他提出过杀出重围设计十戒，就是十个标准。嗯，我可以还有十戒呢，十戒我可以给大家大致的念一下啊。第一条，永远明确告知玩家当下的目标是什么，这我们上一节其实有说过。嗯，对。嗯，第二个就是设计难题而不是设计谜 题。哦，这个我们上期也谈过。对，第三，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就像杀出重围那样，可能有三种，嗯，甚至更多路线。第四个就是避免强制玩家失败。哦，这个其实很值得一讲。什么叫强制玩家失败？就是就 game over 了。比如说失落的遗产，我打一关就解开那个佛像四只手的谜题，嗯，之后我是吧，啊，对啊，好吧，嗯，那我不举这个例子，我举另一个例子，嗯，空气墙，嗯，就是我觉得我能过去，嗯，但是我过不去，对，我一下我就破了，或者说我是，或者说不说失落的遗产，说以前的作品，嗯，我解决一堆难题，然后我到了某个地方，然后敲塌了。啊，强制你失败，这些东西都是你无法预期的。嗯，包括这个你有一些 set piece， 比如剧情杀嘛，就是剧情杀，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强制你去体验这个的。哦，这些东西是在沉浸式模拟的游戏里面是不会有的，嗯，就一定会规避这个。哦，对，如果池中里你潜入击杀失败了，你的代价是所有人在追你，你就跑了嘛，对吧？如果你躲得开也算你能耐，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嗯，叙事真的很少，演出也不多，就开头结尾有一些特殊的剧情点会有一些。嗯，对对对，但我觉得耻辱他做的非常好的就是你看他是任务制的，尤其是耻辱一，所以他有一个开头有一个收尾。嗯，就是他会用这两点把这个游戏给卡住，就这一关给卡住。哦，就是我最终目标我知道，我什么时候结束，嗯，我开头我也知道，但是我中间的过程坐小船出发，从坐小船坐小船走，对，对，嗯，他把这个关卡给限定住了。嗯，他不像特别开放的世界，比如说如果你玩刺客信条，你逃跑，你只要逃得够远就行。对对，就是他没有这个，他也没有又没有这个限制了。嗯。然后说第五条，就是角色扮演的意义，就是跟他人的互动。嗯，但如何互动取决于玩家自己。像《杀出重围》里面，或者《耻辱》里面，你《耻辱》里面，你跟其中一些 NPC 你怎么去互动，其实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就是比如说那个你跟那个格拉斯老奶奶最终跟他的这种结。对抗就是你到底是就是选择跟他作对，还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取决于你自己。嗯，是的。嗯，就是能强化你的体验。第六点，嗯，玩家采取行动 NPC 旁观，这一点其实也很有意思。哦，就是一定要让你去作为就是担任那个做出行动的人，而不是让 NPC 去显风头。啊，哦，有道理。但是在很多游戏里其实是没有这个，不尊重这个。你这么一想，就是 COD 的话，很多如果他实在控制不了演出方式，他就让 NPC 来做。嗯，这个门你 NPC 不开，你过不去。嗯，就是有这种感觉，确实是。对对，第七点就是游戏难度的提升和玩家对系统的熟悉相匹配。也就是说，游戏一开始可能在你不是很熟悉这个系统的时候，难度会不是很低。但是随着你玩家的弧线去，就是已经逐渐掌握这个系统了，嗯，你可能由低到高。嗯，对对对。第八个，这个很普遍，就是频繁提供奖励，嗯，各种各样的奖励。第九是关于3D关卡的。最后一点最值得一讲，就是游戏世界彼此相连。哦，每一个区域一定要多个入口和出口。嗯，你就想要耻辱的关卡，对，关卡设计，对，是严格遵循这一点的。嗯，你每次玩你都会发现不同的进入方式，嗯，退出方式。啊，对，是这样。对对，而且它有层次的，对，地上、地下和上面，对，都有各种不同的进入。你可能一开始玩，你就是沿着地面走，是吧？对。但是你会发现，你这样的话，上面有管子能爬呀。其实都有，但是你能不能想到，你能不能观察到？对，你如果想了，游戏会给你奖励。这一点是完全跟我觉得就是延续自神偷的。而且当你获得一定技能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多的路被拓展了。对，你可以瞬移了。对对，你可以到很多不同的，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进入。对，嗯，是这样。你甚至可以变成别的人，或者变成老鼠，对吧？嗯，都可以。太巧了，这么一下。而这种巧是一脉相承的，二十年前就有。对，但是我觉得耻辱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他跟以前那些作品相比，他的
节奏完全不一样了。嗯，对，包括他的玩法，对，都是现代化。我觉得他把就是把他把硬干这一路线，他给真的做好了。他不像杀出重围那样，你总觉得这个射击模式射击操控很奇怪，对什么的。但是他这个做的就是这个游戏一开始做提案的时候是忍者嘛。就以忍者来作为一个核心的概念嘛，你通过这些超能力让自己来无影去无踪嘛。最早是想做一个东方日本元素的一个啊，是吗？对，哇！但是你看他这个系统，就是允许你用一种非常暴力的方式，然后非常有创造性的方式，嗯，而且他的物理规则在里面其实起了很大作用啊，是的，嗯，你看，嗯，也打得非常好的人，他去利用自己的这个技能和这个环境来做的环境杀，嗯。这些东西利用金油罐，利用他会玩的从一关从头开始到结尾是没有冷场的，嗯，你会发现他的包括这个物品的放置道具的放置，什么时候给你一个东西让你能补充体补充你的魔法，你用这个魔法能做什么事情，嗯，你会发现这个关卡其实他是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把你用高混乱通关的这种速通的节点这种节奏他都放在里面，就是这是我这种完全不会发现的玩家都意识不到的设计，我还觉得那都是完全为我设计的呢。对，很巧妙，是的，这个很巧。对，对，就是这就是他就是关卡设计，同时要照顾两派玩家嘛。嗯，你用潜入式的玩法，所以他了不起嘛。对，但这个就是设计的，但这就决定了他的游戏的规模是不可能大的。对，而且甚至可以说不应该大，不应该大。对，就大了之后又乱，对，反而体验就不够集中。嗯，对。所以就是一脉是线性游戏，就是走流程的，你不用记环境是什么样。你明星探险二里面结尾的那个火车站，那火一路在火车上呢，它可以无限的进行下去，嗯，对，你也不会在意。对的，它怎么不合理？这是线性的。另一方面就是沙盒，嗯，就是大量的无意义的内容在里面，然后满坑满谷的标点，但是这种就是在有意义的有较小的可控的空间里面做出尽量有意义的自由度。嗯嗯，我觉得这就是它一个成功的地方。你看它印证了一点，就是好的设计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的设计，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怎么玩你感觉好像都是很自然的。嗯，因为我之前一直坚信我玩这个是很他鼓励的方法，但我不都不知道有那种那么好看的速通的视频，非常好看，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嗯，对，其实挺多的，但就是高混乱速通嘛。嗯，但是他其实这个你要玩出这种玩解法，你也是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嗯，很好的组合。其实这是一种理念，就是这种类型游戏的一种理念，你思考然后去执行，玩家游戏就会奖励你。对，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想了就行。嗯，就是这种，这才是乐趣所在，我觉得。嗯，那我们来说《杀出重围》的两部重启作吧。这两部重启作遭遇了很不一样的这种评价，还有玩家评价、媒体评价都不太一样。嗯，第一部是还是《人类革命》，《人类革命》嗯，获得了很多的赞许。对，它其实跟我觉得《人类革命》跟这个，是我感觉有点一样，就是它这条脉络消散的太久，当它拢起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哇靠。原来太新鲜了。嗯，太有意思了，原来可以这样啊。就是通关的时候它通关单元感很强，然后它一次通关里真的有那么多技巧，就是有那么多方式去使用。嗯，然后还有那么多对话，我对话又能影响的那么深。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应该是人类革命的第一个任务，如果你在直升机上，你的老板会跟你说话，你是要这个见血的还是不要这个搞太大动静，你都可以选。选完之后，你会发现 Jensen 都可以说，而且都符合他的人物形象。嗯，然后你愿意去表现就可以，就是玩家给游戏给你这种沉浸感。你正面杀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人你已经救不到了，但是如果你潜入的话，他会给你奖励。而且这个《杀出重围二》《杀出重围人类革命》，它其实它的给玩家奖励也更现代化了。比如说你发现了密道，他直接给你弹经验。他就是说和当年含蓄的设计理念相比，他变得更直接，玩家也更容易得到正反馈。我搬开这个箱子一下往前一走，他给了我经验值，我就有了信心说啊，我这么做是对的。其实人类革命里有大量这样的设计，虽然人类革命被别人诟病说就是通风管道太多，就是他实际上他的关卡设计有点过于取巧。嗯，就是他把这个思考给予的正反馈和奖励做得太明显了，就是一旦你发现了通风管道，这个关卡会变得特别简单。嗯，这是一个问题。而且人类革命还有一个问题，大概就是说他虽然告诉你你可以
开枪，你可以就是像是一个 FPS 做什么，但是它的可以说它的系统依然是为了潜入玩法去服务，所以当玩家尝试做这个正面杀戮的玩法的时候，就会觉得明显的卡顿感，就是说它确实在思路上不够自由。你也能看到在人类革命这个时间点的开发，已经就是说它设计一套完整的潜入玩法已经对整个开发组的压力非常大了，然后他再去做设计内容的时候，他几乎可以说他的宫本，所以这部分能力就他无法，对，你看他的头目战这部分是外包的，对，就是所以跟整个系统都不太协调，对，就这部分是强制你必须去硬干的，对，就是你已经感觉到这种就是被硬件拖着的这种就是捉襟见肘的状态。但无论如何，人类革命作为一个重启作，重启的非常成功，它让很多人意识到了。那问题就是为什么后面这部作品？哎，对，然后就不行了呢？对，后面这部作品非常非常有趣的就是，他在宣传的时候进一步强调了他就是可以说从《网络的骑兵》继承下来一脉相承的一个理念，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你想怎么样就可以。他设计的理念就是说大幅度的强化正面战斗。从技能、从手感上，都从 UI 交互上都强化了，但是问题在于它的潜入玩法几乎原地踏步，而且带问题就在于它人类革命里的潜入玩法并不完美，在当时玩家只是觉得惊喜，所以觉得这么玩我都可以玩，但是它的这个续作《人类分裂》相当于不对潜入玩法做过高优化，这就有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它的场景设计照比前作就退步很多，就跟隐形战争一样，就是三代的场景太碎，就是之前麦教授录那个节目也会说，就是我找不到人类革命里那种往返于各地看到不同的赛博朋克环境的那种宏大那种就是世界的那种格局，没有，就是人类分裂里格局太小，因为布拉格的城市它做的就很小，对，一个是布拉格小家子气的那种内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巨人应该叫 Golem City 那种现在回头看就是有点刻意的九龙城寨感，就刻意的它的关卡就是这种刻意的这个高度差的那种设计，导致了其实人类分裂真正为老玩家所不满的一点就是在于它的最优解，它居然存在明显的最优解，对，就是说我思考的反馈，思考的奖励其实被弱化了，而且这部也明显感觉到，就是说它的开发权重有点被 SE 压了，所以它的资源不够，然后它的内容就展不开。所以要做一个很完美的沉浸式潜，就是沉浸式模拟类游戏，其实它要求成本是很高的，非常高了。所以在当时，《杀出重围》第一代是当年离子通道说我不限制你的任何资源，你给我做才能做出来。只要你一旦在这方面显得捉襟见肘，他就会失败，就是玩家是很敏感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可能性玩家是很清楚的，如果这个可能性不够，玩家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就感觉到你其实给我设限了，对，这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做这种类型要继承这种精神是一种很吃力不讨好的，吃力不讨好，但是所有的这种游戏其实它都是鼓励你去或者支持你去多次通关，对的，因为它会藏很多东西在游戏过程当中，你一次通关你肯定看不到，对的，所以想更了解这个故事的话，你就要尝试多次多种不同的解法，然后看到不同的新东西。对，嗯，其实我觉得就是耻辱这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其实也有一些尝试，就是说不计成本的为玩家提供可能性，这种理念，我觉得也挺多的。比如说《潜龙谍影五》，我觉得其实就是《潜龙谍影五》，你不能说它继承的是这个网络骑兵的这套精神，但是它实际上相当于殊途同归了，就是它设计的是一个基础规则，它运转起来之后玩家去思考去解，它有这个精神，而且你看它跟像杀虫围一样，就是它真的是提供了你大海量的超出了你单次通关所需要的这个道具啊武器这种，它是鼓励你去反复的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同样的东西，就是打通同样的关卡，但是每次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是从多个维度去实现，有伙伴系统，有道具，有武器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集合到一起之后会开发出很多全新的玩法，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
说回来，就是这一类系统，就这一类游戏，它最后真正通过这个各种系统融合之后，创造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应变式游戏系统。嗯，就是一切都是动态的。嗯，玩家做出行为，游戏会反馈，游戏有反馈，然后你会再根据这个反馈去做，做出新的，就是新的策略，然后再去玩。嗯嗯，你像《耻辱》之后，阿肯又出了两部作品，对的，《耻辱二》和《Prey》，这是他们的法国分部和美国分部分别开发的。嗯，《耻辱二》是你看他的美术风格什么的，因为是有法国人的加成，所以变得非常棒。对的，这个在摄影机也可以看到。啊，是的。但是《Prey》，《Prey》呢？可能会更像网络骑兵一点，就是整个故事啊，然后那种隔离感，嗯，那种孤立无援的这种生存恐怖吧。对，这一点我觉得是从网络骑兵过来的。嗯，确实是。嗯，就有很多人跟我说了，说 Prey 二真的很像，就是嗯老网络骑兵，就是它里面包括它剧情里背后的这种理念，就是围绕着什么 AI 啊，嗯，包括人的变化，嗯，这些东西好像就是它很有情怀。但这两部作品就收获了很不一样的评价。对，《耻辱二》就是交口称赞。那可不，耻辱啊！但是《Prey》就是其实是两极分化，就是喜欢的人真喜欢，嗯，但为什么呢？你看，这可能，哎，还真的是就是你这么一说，就觉得网络骑兵这个基因本身就有这种先天的宿命吧？先天的，对你，对你越像他，嗯，越会和他的结果是一样的。我没太想通为什么Arkane做了这个《Prey》。其实是他两原来的耻辱一是两个制作人嘛，双制作人嘛，嗯，然后那就做了一个新的是吧？就是他出作成功之后，他们等于有更多人力，嗯，他等于奥斯汀分部就要招更多人嘛，嗯。其实相当于两个分别是在不同的地方做的，嗯，就是法国工作室是做的耻辱二，嗯，美国的工作室做的是 Prey， 嗯，对，奥斯汀的分部做的是 Prey， 也就是拉贝尔克兰提诺做的是 Prey， 嗯，哈维史密斯做的是耻辱二，嗯，所以他们风格会不一样，但是你能看到这两个作品的命运是非常不一样的。嗯 ，Prey，可能比耻辱二要更不，就是它的叙事方面可能会更低。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从耻辱再分化出两座，他们的命运嗯就不一样，就能体现，就是因为你对耻辱一又做了一些改变，其实对，耻辱二是在全方位的是在耻辱一的上面做加强，你可能。不把两个游戏同时拿出来对比，你感受不到这些加强。嗯，但实际上是存在那些细节的优化。对，就是做续作嘛。嗯，但是 Prey 一个全新的 IP， 然后它各方面的，我觉得它对应变式游戏的这种强化是更强的，就是通过系统来推进游戏。嗯，这方面是更强的，所以它门槛更高。嗯，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这一类游戏要成功的话，你必须要把自己最核心的东西之外，你要加一些。对。你要不然要加入一些很视觉的叙事的东西，嗯，要不然是你把你交互形式要改良，要改良，嗯，做得很更简单一些，要不然加一些，要不然减一些吧，我觉得，嗯，对，要复杂性可能会还是会有一些降低。嗯，就 Prey 2证明的还是不能投铁，不能投硬，嗯，不能硬这个点。但是对，就 Prey 确实不太像现在这种现代游戏。是的，我之前一直觉得 Prey 2就有一点古风，就是我说不出来古风在哪。就是啊，我一开始感觉它有点像半条命，嗯，那太不像了。但后来又想，好像不是那种感觉，嗯，不是那种感觉。它交互这么复杂，绝对不是半条命的感觉。嗯，这么你这么追本溯源的话，就是能找回到。而且它没有什么战斗，对对对对，它不多，对对，它其实还是生存那种生存恐怖的感觉。嗯，去想你的这些物品怎么调配，去获得更多资源。嗯，其实你这么一想的话，就是我们节目里讲这种哲学、这种逻辑，在这里就很完美的体现了，就是你思考。游戏就给你反馈，游戏就是得真是得思考。对，然后游戏给你大量的可能性，你就是 Prey 2这个游戏，乍一眼看上去像是一个现在很常见的打枪游戏，但是你一玩进去，发现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游戏不引导你，嗯，对，就是完全不引导你，你就是因为我没法玩嘛，我只能看别人玩。然后就是我一直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游戏到底哪里就不一样，它确实给我感觉就是不一样。后来想，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可以说它里面有些东西像耻辱，但是你往前想，它有些东西就是像杀出重围，再往前想就是网络骑兵这种理念，这种沉浸感的这种表现，嗯，这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嗯，
包括这种，我觉得这一脉的东西，其实会影响到其他的游戏行业的东西，就是游戏行业的作品。对的，你像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你如果你看《潜龙谍影五》，你看《原爆点》这一个序章，你去看它的设计，它有多个入口、多个出口、多个解法，你可以潜入，你可以潜入很多路线。对，然后你如果用正面硬干的办法，你也可以干。嗯，对的。也可以干，然后你的目标很清晰，就是这两个地方。对，而你怎么去做，完全取决于你。话都是这么说的，然后你再看幻痛，同样是这样，每一个任务都是这样，每一个任务都是这样，对，都是这种关卡设计。然后，对你随着你身上装备不同，你的玩法也不一样。对，你再看《荒野之息》是的，同样是如此。对，你除了迷宫啊，我就说一般的正常游戏中的这些。这些所谓的据点，你怎么大世界大地图上，你怎么去攻克？虽然它是一个所谓的开放世界，但是你根据你身上的装备不同，你根据你在利用地形，在利用你的技能，你可以玩出很多很多种方法。也就是说，它的系统都摆在明面上，但是系统交互起来之后，会产生很多新的可能性。对，然后你要思考，思考之后，游戏奖励你。你思考之后，会获得更多的乐趣。我觉得这个虽然它不是我们说的这个 immersive sims 的涵盖的范围之内的，但它有共通性，它是有共通性。它的这种应激式的这种游戏方式，都是从那个方面过来的。是这样。就是当你的系统有足够的深度的时候，它允许的可能性足够多的时候，玩家玩起来的感觉就是你必须要动脑子了。对，你只有动脑子你才能够感受到最多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些游戏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它的对引导的这种淡化处理。对的，对，还真的是这样。你想想，荒野之息的地图是你必须要调出来才能看的，然后 MGS 的地图你也要调出来才能看，它不是随时的。是这样的，就是它已经不像MGS 一和二时候是那种小雷达了。这些都是在尽力的模糊对玩家这种强引导。但是你看其他的一些游戏没有学到这些的。我记得我玩最终幻想15的时候，我经常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在专注的看小地图应该怎么去哪儿，所有东西都标在上面。我玩刺客信条时也是这种感觉。对，但是我尤其是我不会，根本不会去关心这个游戏世界长什么样。对的，就是我其实是，虽然他很希望你关心，对，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动力去看。对，因为它不重要，它对于游戏的奖励它不重要，就是你不需要去了解这个环境，你不需要去投入你的精力去，所以你玩到最后，你觉得你对这个世界依然不熟悉，你也依然不会很热爱它。其实我发现，我现在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两期讲的这个理念是一种很有利的理念，而且它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把它还原的太好，你在商业上就会获得失败。对，就是你又不能做的完全那个样子。但是你会发现，玩家渴求游戏中有这样的基因在，就是不是说一定让你做成网络骑兵那个样子，但是很希望你有。如果你有的话，我们会觉得它非常的好玩。对，我觉得是要，就是这个可能是要多次游戏之后，你才能够感觉到它的魅力。对的，它有门槛。是，但是这个门槛怎么去降低呢？一方面是你把某些方面能做成极致，一方面是你从其他的这种，要做的巧，你的展示、你的视觉展示、你的这种交互或者交互或者电影化叙事，这种你要从里面拿一些东西过来，把这个门槛拉低，让别人能够先进来。对对，进来之后，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乐趣之后，他们会进一步去发掘里面的东西。所以，但是就是。进一步这一层可能只有这些东西能够提供。而且用沃伦斯派克的话说，他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个是只有游戏才能做的。哦，是的。他觉得电影化叙事是电影可以做的。对。他觉得其他这种爽快感什么的你也不一定非要用游戏。只有这些需要还是游戏。需要你用互动的方式让玩家去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做。让玩家去在游戏中做某件事情感受到结果。这些东西是只有游戏能做的，别的任何的媒介都做不了的。所以他就包括我们翻译那个视频里面有讲，就是为什么他觉得很奇怪，就是20多年来从那个他说20多年前杀出重围就已经没有20年了，相对接近嘛，2000年零几年嘛，
2000年，杀出重围在做的事情是只有游戏能做的，他们那时候已经在做了，但是这么多年其实都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大家都在其他方向去发展，还真的是画面越做越好，然后脚本也写越好，然后反馈做的越来越刺激，对，但是就是真正能够让玩家感觉到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是有重量的，有一定结果的，让游戏能称之为游戏的这些东西反而没有人去特别的把它，没有去推进，没有它往前去推进，所以我们看，我们觉得游戏行业一直在发展，嗯，但是你看对比两座神偷，嗯，你会发现就对，再往回在很多层次是在退步的，是这样，但是这种退步呢，普通玩家可能就或者像我这样玩家，可能你会意识不到，你或者是你觉得有点、哦、你觉得有点不协调，或者你觉得哎，怎么最近游戏有点不好玩了？对，只会反映出这样的感觉。你会发现这种过山车式的游戏已经太多了，然后有点疲惫了。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像耻辱这种作品，像后面的这些杀出重围，它能够再火起来。对的，就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同质化作品之后已经筛过了，嗯、你已经看烦了，你想要一些不同的体验。对，就是对玩家，你骨子里会渴望去赢得挑战，渴望去思考，去更深的游玩游戏，可能会是有这、嗯、就是可能每一个玩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样的渴望。就是你玩耻辱，从耻辱你会感到这个游戏不一样。对，嗯嗯嗯。但这个样不一样的根儿在哪儿？就是那一系列游戏，那一系列看起来无法忍受，交互界面你也无法忍受。嗯 嗯, 嗯，那些传承下来并且提高的过程，就是这是产业需要它存在的意义。对，不是好就好在大家还在坚持这个，他们喜欢。是的，还有这批人在没让这个 DNA 彻底的完结掉、嗯。对，而且确实是一个传承的过程。你看从最开始的。瑞查那个理查盖瑞特嘛，然后到沃伦，再到哈维史密斯，嗯，一直在往下走，嗯，就是他们仍然喜欢这类游戏，他们是非常本身就是非常硬核的玩家、嗯、就是他们想要在游戏中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嗯、去挖掘这个系统的深度可能性，对的，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做到自己游戏中，而且是坚持去做。你看阿肯这么多年他的发展其实特别不容易，对对啊，是颠沛流离了十几年，对。对，然后最后才获得了认可，而且获得认可之后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嗯，对，就是你到底要在这个硬核的程度上，你要怎么往那边偏？嗯，你怎么才能获得玩家持续的这个认可？嗯，而市面上到底需不需要有需要，就是市场能容纳几款这样的游戏？对，嗯、可能市场大部分游戏还大家还是需要过山车。对，还是需要失落的遗产。这是个很微妙的事情。对，嗯，而且像上一期我说过，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两期讨论这个事情大部分还是就是欧美游戏语境为主，对，其实我觉得包括上一期我会提到说，我觉得可能日式游戏有些玩家不追求这个玩家赋权的体验，但是我觉得我们聊的这两期语境聊的这两期内容里，有些东西是在游戏行业是很共通的，就是哪怕是日式游戏，可能你作为一个日系游戏的玩家，你不习惯于就是玩家赋权带来的这种体验，但是这种游戏鼓励玩家思考，玩游戏会奖励那些思考的玩家的这种理念，这种沉浸理念，其实是我觉得是无论欧美还是日式，无论是哪一种范对、嗯、无论是哪一种范畴的游戏里都会见到的。嗯，就是我们都渴望有这样的游戏，无论它是哪个范畴的开发者做的，只要它有秉承这样的理念，我们都会喜欢。嗯，这就回到我们。节目开头说的、嗯、上一期节目开头说的四五一、嗯、四五一背后是什么，这个小说背后是什么，其实是阅读，阅读背后呢就是思考，对，是独立的思考、嗯、是一种思考的动力、嗯、对，你看嗯，不管是理查盖瑞特还是沃伦斯贝克特，他们都说过一个相似的东西，嗯，就是说嗯，这主要是沃伦斯贝克特他说的，他说小说、嗯、电影还是像戏剧歌剧所有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做陈述的媒体，嗯，就是即使它表达所有思想都是设计者的这个创作者他能表现出来的，但是对于游戏来说不一样，嗯，游戏的创作权是属于玩家和创作者两种的、嗯、是的，这是两个人的，就是说游戏要做的其实是提出问题，比如说像杀出重围，它最后的三个结局是问玩家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认为世界要变成什么样的、嗯、在你做出决定的时候，你是在也就你从这个决定里你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你能看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玩家创造的故事，对，这是一种共同创作权，
那就是说我游戏创作者不是要做出一个声明说我认为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认为什么是正义的，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所以很多人看杀出重围，而杀出重围觉得这个有些人觉得这个游戏的思想很左翼，有人觉得它很右翼，但是最后创作者就是事实上他自己说是这是我们都有，对，就是看你怎么玩，你能看到不同的游戏，你能看到你对游戏判断会不一样。嗯，所以他说的就是我在查阅这些资料，我在看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放下了设计者的一种表达欲望。嗯嗯，他真的是在构建一个你让你去沉浸其中的一个世界，一个乐园。嗯，你会在其中游玩，做出你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你最后能够在其中看到你自己，这个就是只有游戏能做到了。是的，我觉得，嗯，而且我觉得我们说了两期沉浸模拟游戏，其实到最后我们能明确，这个沉浸，我们所谓的沉浸，在我们聊这个事情的范畴下，所谓的沉浸，并不是感受的沉浸，并不是 VR 了，已经，对，并不是那种说好的画面和冲击的东西，让你觉得你是电影是叙事的那种，不是让你觉得你一瞬间你。离故事很近，并不是离故事很近，而是说这种沉浸的意义是你成为故事本身，嗯，你来控制本身，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沉浸模拟类游戏中沉浸的这个意义，嗯，是在这里。嗯，但是这个对技术的要求真的非常高，不是技那个技术，是对整个设计的想法的，设计的，嗯，对，也包括这个硬性的生产力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在一二年采访那些顽皮狗他们这些开发者。嗯，问他们觉得年度游戏是什么，因为当时有深海那一年，好像对有没有深海我不记得了，嗯，但是他们一致啊，我采访很多人，他们一致在 GDC 上，嗯，一致都觉得当年最牛逼的游戏就是这个，就是耻辱，哦，没有其他了，他们说这个游戏完全让他们领悟到了另外一种感觉，嗯，是当年最大的黑马。嗯，对，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游戏的关卡设计能够是这个样子的。哦，对，其实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沉寂了这么多年，大家已经可能已经断代了。嗯，对，就这个对这个这一类游戏的存在，你已经都忘掉了。嗯，这么一看，耻辱就如同文艺复兴一样。嗯，对，对，但是能够玩得进这种游戏的玩家，现在不是主流玩家。嗯，对，所以他一直卖的也不是说那么的。嗯，对，耻辱的销量不高，但是也，我们也。说实话，衷心希望这套精神和脉络不会断下去，嗯，要一直存在。他要怎么让更多的玩家能够接受他、欣赏他的？是的，这个其实是需要，嗯，不光是这些人做的游戏本身要有一些借鉴一些很多东西，还要，嗯，我觉得也需要很多人去真的去述说他到底好在哪儿，对，让更多的人能够先去尝试它。没错，嗯，先试一试，先试一试，然后看再看，嗯。我们本期就给大家聊了聊这样一个可以说对游戏设计、对玩家和设计者都很重要的一种基因、一种脉络。然后也希望这个，反正我是因此知道了为什么我有几个朋友对《网络奇兵》评价那么高，嗯，就改变了一下我这个看待游戏产业很多的一个观点。也希望这期节目能让各位吧，听了这个节目的各位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一看我们现在和我们过去的很多游戏的给你的这种感觉。嗯，对，可能游戏产业它并不是一个突然有一个好点子去把它执行出来，嗯，可能就是改变了整个产业。对，这是传承、积累和迭代。对，是一代一代人把这些东西传承下来，我们才能看到现在的这些游戏。嗯，也是衷心希望这种迭代和传承能继续下去。是，希望阿肯工作室能够做出更好的作品。嗯，希望赶紧玩到耻辱的那个新的 DLC， 9月15日发售。哎哎，对，然后哦，那节目放的时候，应该大家已经玩到了。哎，对，然后请配合这个耻辱的设定集一同服用，嗯，好吗？好，嗯，谢谢，谢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嗯。